品折痕筹备一年，秋风则回归歌手初心，纯唱不创作，将遗憾唱得扣人心弦。秋风则最怕就是原地踏步，曾有粉丝这样形容他，永远不要低估这个人，认真起来真的很可怕，明明可以轻松唱自己擅长的，但就爱挑战不同风格。我觉得我们最好的自己永远在前面等着我们，我们只是说我们要不要有那个意志力跟执行力去试，那哪怕真的试了失败，也知道哦，原来可能我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，但还没试之前我就很喜欢这个未知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风泽，我今天在 TVBS 娱乐头条，当掌声响起。